这又是哪个天才发明的凯逆天玩法？一刀射手仪容无法瞻仰，被世人围殴，他甚至还能反杀了。打完这把我感觉很不对劲，于是新的引擎试一下。我靠，不行，开把实战加加精。就在大家都以为新赛季野区根本刷不完的时候，这个不太正常的凯前冲击直接选择了放野多团，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。这卤蛋都被劈成蛋散了，猴子还在野区出不来呢，等着吧你。注意看，这破猴入侵了我方野区，输可忍，忍不可忍。于是接下来就来了一波非常戏剧性的镜头。感觉嬴政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你不要过来！不过最让我震惊的还是他的回血能力，这时候我都没状态了。感觉我这凯唯一的缺点就是差一个好看的皮肤了，要是玩的是国际服该多好，像什么狮心王、黄金狮子座都可以免费获得，就连敖隐都能直接用金币兑换，非常适合我这种穷的只剩金币的人了。还不知道国际服怎么下的，可以用迅猛兔手游加速器一键下载，在这里搜王者荣耀国际服就可以了。目前为止伤害都还算正常，直到做完宗师之后，要不是新版凯强化普攻提高了 AD 加成，我都以为自己是不是开了，没有人性啊。然而最炸裂的还得是这波，我方双 C 都掉点了，这些猪队友还要上去二打五，那没办法，只好放手一搏了。